老板，你都开直播了？我有几百个粉丝，他们通常看我打撸啊撸、打魔兽。哇！还好只刷了一千人，只刷了一千人。粉丝们，你们好，我来了，给我刷一波佛跳墙好吗？我靠，你他妈也在熊猫的？谢谢小俊送的佛跳墙，而且他说的是刷一波佛跳墙，不是一个。这种大 V 确实很难看。几百万呀、啊！现在是24个人，等会儿会来的，等会儿应该会能到50的，放心吧。我最多一次好像有500个人，但是这个数字虚的嘛，要除以几啊？除以二十啊？除以二十啊？没有，除以四。你50个人可以让他们报数，50个人报数，那就尴尬了，1、2、3、4、5就没有6了。不是你不能这样，我以为还有个10来个人。有六，就那个人一直在报6、7、8，永远是他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他们会跟我沟通的，还有人会送我烤鱼的嘞。啊，以前狼人杀联赛，他们不是直播嘛比赛。然后我们进去看，只有3个人，而且3个人都在我旁边用手机在看。是这样的，不是，我本来想发火，本来想真的把这张桌子掀了，但我想算了，他妈的有台摄像机就架在那里，我想算了，难看。结果出来他妈有人告诉我只有4个人，外面3个人连在那里在看，只有1个人不知道全国在哪一个位置在看，早知道这把那闪子桌子掀了算了。坑爹。啊，一个月只有30次啊，这个会员啊，就30次啊，哎，不过你总的算上，你用到30次算便宜，那你也买了。肯定啊，那20块钱，你1块钱一次也不值啊。太离谱了。嗯，不值吧？啊，等一下哦。9个人可以玩红牌喽。9个人可以玩红黑了，哎，谢谢梁雨生送的小鸡，小鸡是什么东西？鸡小萌。鸡小萌什么东西啊？是鱼丸吗？我帮你看看，好像不要钱的吧？嗯，应该不要钱。啊，有个弱鸡，弱鸡是1毛钱。我来送几个弱鸡给你。谢谢小鸡，送的4个飞机。小雪是吗？哎，你在看什么啊，傻逼啊！我在看那个五五开 PDD。啊，谢谢李泽亚送的小红包。哎，现在赶紧送啊！祝你不管送多少钱的东西，龙哥都会写的，赶紧把你们礼物刷起来。这聪明的人呢，一定在开播之前送礼物。不管你送什么，主播一定是说谢谢。这个数字不对呀。这个是老板。最笨的人呢，是怎么送礼物的呢？一般不是，一般都是在别人正好发言精彩的时候送礼物。主播一定是在看那个精彩的发言，而不是看你们。是素颜的意思。后台都能看到。先来个自拍。你是会看后台吗？我看的。谢谢普罗旺斯的优雅，哎呦，普罗旺斯真的是一个好地方。上次我去铁岭的时候，顺便去了一下普罗旺斯，那边的土豆特别好吃。点饮料。哟，今天请我喝饮料。哎，你看大飞哥要送东西了，哎呀，大飞哥就忍不住，一天他不送东西，他的手就会颤抖。大飞，昨天老子为了你，他妈的。就他妈4个狼同伴，我杀杀了我狼同伴，我就为了你。谢谢大飞哥送的100鱼丸。我操，妈的，真他妈的慷慨。大飞哥真的是豪气。100元那怎么可以用钱来衡量呢？对，这是一份心意。是不是跟100竹子差不多？比竹子便宜。比竹子便宜。比竹子便宜。竹子都可以领的嘛？我们竹子可以领钱的。啊，对啊，这边竹子，这边鱼丸不太能领钱。谢谢真金猫酱的200、300余万。你们喝什么？老板，你点东西还买单？喝不了，他就故意做样子给我们看，意思就是他请我们了。这笔账不管怎么算，他也要做给你看看。算了，再帮我去买包上海啊。就给了50块来教我们怎么喝的？不是你要喝什么了？你说呀。哦，那就冰红茶吧。冰红茶。这边最贵的是什么？老板请客。哎，龙哥看着，法式奶油拿铁，好吗？点什么？
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个2224的是什么东西？老板只客气一下，老板叫你赶紧赶紧走，你竟然回来了！天哪！站住站住！哎，这个月工资，真的真的，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今天你回来就从你工资里扣了。直播名牌宣传一下，这波真的宣传一下。哈兹克，丰田啊，丰田网咖好吗？哈兹克好吗？红了，你红了，我告诉你，红了。丰田网咖，我们在共和新路2456号，共和新路2456号。这什么了？快说呀！冰红茶，冰红茶，冰红茶，冰红茶。我要一杯法，不是，鲜榨柳橙汁。你年纪大了，别喝这种了。没有货啊？没货。妈的，点贵的就说没有货。热的有什么？热的有什么？这个员工可以加工资了。啊，咖啡和巧克力。鲜榨西瓜汁有没有？有热的牛奶吗？有的。那给他们热的。西瓜汁有吗？果汁现在都没有。你看，贵的都说没有，果汁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，白桃乌龙水果茶有没有？哎，点了一个贵的。你妈的，你能喝好喝，你不要点贵的，你懂吗？啊，我就要白桃乌龙水果茶，这还可以，这还可以。啊，这是我们新品。宣传一下，两杯冰红茶，一杯热牛奶，一杯什么东西不知道忘了那种。白桃乌龙水。这两个女士，你们要喝点什么吗？没事，我喝绿茶的水了。你们要喝什么？不要，不要。啊，我经常去听。哎，快去快回啊！你等一下，人多了就不好弄。喝这个贵的。哎，我能不能把明天的早饭也点了呀？这点卤肉饭。妈，你帮那个推荐给我，我的绿茶。这个吗？不是。对啊，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想到这边来吃的？这边这个红酒牛肉饭还是不错的，上次吃过一份，没有，挺不错的。装逼吧你！对，这个是我们的网吧老板，叫阿四啊，阿四。看不到。谢谢看美剧。我敲二龙主杠，不对，我跟你搞反了，是我请他们吃饭，他们敲我主杠。是的。哎，这话你就说的你就爆狼了，我们没有敲诈你哦，这是你诚意。邀请我们喝一杯饮料，晚上不许他吃毒药。晚上吃毒药，我看。天晴天气高，我先压压惊。狼狗。好像王宝强经纪人，嗯，有点像宋哲哦。哎，有点像宋哲。上次也不知道哪个傻逼说的。上次有弹幕有人说的，像说宋哲。胖版宋哲。上次不知道哪个傻逼说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变。那你跟他稍微隔几个位置，你们等一下打起来。好吧，我一会儿如果摸到狼，我一定手铐你起；如果摸到牛，我就盲毒。哦，两姐妹我。如果读错了，还说我傻逼吗？这个月子我昨天吃了两杯毒药。如果读对，上手吃了一块毒错了，是不是？回家前。侯佩岑啊，那这个是侯佩岑，周杰伦的前任女友，马上要分手了。马上要分手了。哇，好多款作品。哭了已经。我应该唱一个我不配给我听。我应该说点什么呢？盲读周杰伦，刷个飞机啊，兄弟。因为我的粉丝要看我的这个容颜的。容颜。绝世容颜。80个人来着。不，你作为一个熊猫主播呢，你看到熊猫主播的时候，不赠送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吗？你也是熊猫主播，我也是熊猫主播。竞争对手，对吗？对。对啊。酷正我是小主播，你是大主播。你看我啊，每天下了播，跑到各大直播间里，这个饭团那个饭团。昨天跑到少华主播直播间里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看啊，这是我们狼人杀主播李姐啊，她是一个意大利人，当年我在意大利跟她有过一面之缘的。”啊，是我们来的时候对吧？嗯，是我们来的时候。这眉毛我看的不够高啊，再开高一点。别开高了，眉毛都没了。磨皮，美白。可以，哎，不是说好8点钟，前面妈的要现在越来越晚了，还没到还呀？李斯，四大掌教还差李斯，现在是暂时不收费。等一下我看看，他们呢会让我请客，他们喝点饮料。微博，就这样呗。不，再谢谢 CCS1900上竹子，再叫几个呀？不然我卡是吧？那我换 4G 呀，反正我流量多，等会儿我换到 4G。周杰伦、侯佩岑都在，阿瑟在，塞拉、GKS、木木、一哥，还有百万级的神秘大咖一位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小叉。现在还砍吗？现在还砍吗？我不放四级的。小叉，你直接叫他回家。啊？小叉，你直接叫他回家。真的吗？是小叉吗？真的吗？应该是的吧。我跟小叉说，叫他封杀一下这个王宝宝。封杀一下。他玩单机游戏封杀我个鸡巴！他，你看，这个人妈的，不要去理他，不要去。
一哥是吧？李斯，我叫李斯。在下出入江湖，是在直播吗？江湖上有这么多门派，我也不知道入哪个门派。但是这个西丑啊，听名字就不大灵，对吧？我就不要入了。这个东沟呢？这东沟我感觉也不大灵。东沟老是玩道沟，你那有什么意思呢？东沟是最大门派，好吗？起码让他们把电费给了。你到底是东沟派？东沟派他是这样，东沟派他这个教派啊，是流传于中原，但是他那个教派呢，跟我们其他几派其实不一样。这种派是有独立鲜明的旗帜的，就是你首先你要入派，你第一标准你得长得这丑，你不丑你不得入教。那我没机会。他东沟派的入门的门槛就比较低，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潜意识，就是他现在出去自己他那个东沟，你看我徒弟，南腔好好的，每天在那里勾啊勾，没有带很多，我不需要的就是。每个人都有道沟的历史，对不对？但是每个人，你像我们，怎么可能有丑这样的历史？那个白桃乌龙茶现在没有了，所以桂花乌龙水果茶，他那个教派还是比较也就没有了，门槛可能比较低。然后他这个功法就像是一些基础功法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学就是去读书的时候就。一些那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干嘛的，但是他都会用到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是一个基础的知识，所以他那边派系人会比较多一些。中国难学吗？这东沟派其实最难学。所以你的徒弟要偷学吗？小杰，什么时候你也创个教，我进你的教呀？不是，你是订货呀？那这样去订货呀？治毛病？那就治毛病。香草拿铁吧。香草没有。就是教堂派，哎，一个傻，人家跟你说只有教堂，没有任何收益，他就这两个不点，那别的意思呗。简单点，哎，我们可以是吧？简单点。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爆，然后我点了十七八个都没有，只有两个有啊。有爆晕了。哎，他查一下我们吧，哎呀，欢迎飞机宝丽姐。就欢迎云飞扬，飞机宝丽琴，你一定要在龙哥那个直播间克制啊，千万不能被龙哥几句话给诱导了。哎，把这一个礼拜存下来的钱一定要给我存在刷在我那里啊！祝飞机宝丽琴机器越来越大，克制，一定要克制，你要记住这些话都是屁话，只是在发言。白狼王，发霉了。塞垃圾呢，妈的，这不要你人呢！啊，李锦，这个妹子就是那天连摸七把狼那个，对吧？对，真的惨啊，真的惨，我看你都快哭出来了。今天不会了。我等一下，等你们，哎，你们去帮龙哥买点，就是人气，给他买到三万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东西可以买吗？不用，买了会被封的。会被封吗？那有人讨厌龙哥，就去跟龙哥买人气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龙哥，你怎么把这么大的秘密说出来了？万一真的有人去买怎么办？对，他们故意要封你怎么办？那会有。我昨天看了一个那个视频，那个 PDD 在充点券的时候，忽然他在研究充哪个点券，有个水友在那里直接帮他微信扫一扫 ，biu 就帮他付掉了，是吧？他在直播，哎呀，那用哪张卡？哎呦，我的卡用不了啊。他还没看到这边，其实有人帮他微信扫了一扫，扫就付了。专业骗子、啊。这怎么付掉了？谁付的？搞了半天，原来是谁有帮他付的？太屌了，现在。你把藏起来。所以说现在我看他们也不在什么群发。哎，我也试试看啊！哎，怎么把这个二维码弄出来？不是，我怕你弄出来了，你放一天都没人帮你付，很尴尬。你在电脑上，就是你在电脑上不是打开一个网页嘛，要充值吗？充值的时候，它不是就有很多选项嘛，然后边上有个微信扫一扫，扫一扫有个二维码，然后这二维码扫一扫就直接付掉了。现在还卡吗？看一下。对，网吧二楼。卡。点收款。收款怎么点？你一直走吗？我会叫你的。龙哥真的来了。我试试看有没有效果。你一直走吗？往前走吗？哎，这里，哎，人呢？在这。我要收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啊。哎，没事。设置金额88，对吧？啊，比较多。定一下。好，谢谢，88.8。我只是试试看啊，看有没有用啊。在干嘛？就这个吗？哎，你比我白，你走开。哎，扫扫看有没有用。我来扫一扫。都是眼肉就会变白。
别被超管封了、啊。这个会被超管封吗？直播间不动了，为什么？啊，能看到，能看到，来来，我来扫一扫看看。有用吗？来，我来扫一扫看看。这是支付宝的。啊，支付宝。我是变态，你要保护我。这是支付宝的，我提醒你们一下，微信扫不了，要用支付宝才能。我操！啊？有了。有吗？有吗？屌屌屌！支付失败，正在支付，全是支付失败。他们都是扫一下不给你付的。哎，有一个付了呀，谢谢。圈贼 K。只要扫是圈贼 K 吗？你带几次吗，龙哥？是圈贼 K 吗？有一个，有一个，都是支付失败。哎呦，正在付款，没有。有，谢谢圈贼 K， 这个应该是的。我操，这么多人支付啊！没有，都是支付失败，妈的，扫扫妈的直接关掉的，你们这帮畜生啊！傻屌，那你过来就疯了，因为你这个是不通过平台的。这个无所谓，就没有一个，有一个呀，谢谢 Z 啊，叫圈 ZK 啊，么么哒么么哒，啊，只能付一次啊，只能付一次吗？你试试看吧。真的吗？哎，你们再支付一个看。他们说一个只能付一次，能不能付？我测试一下，测试一下。争取入局，好吧。啊，吴奇隆来了，我想看看。重新设置，赶紧。哦，二维码就失效了，好像只能一个，真的只能付一次。再改一下。你弄个支付宝收款，188。操！哦，收款可以。北京吴奇隆来了，你88太少了。哦，中。总金额只有88，都只有。我有办法了。哎，那怎么办啊？我有办法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，我一定要使用在自己直播间。这是非法，这算不算非法？哎，这个会不会被封啊，龙哥？会。对的。哎，好，可以两个啊，啊，又有一个了，徐璐最爱的男人。哎呀，徐璐，我爱你。啊？啊，徐璐，等等，徐璐最爱的男人，那就是他。人家送你东西，你还爱他的女人？就是他是他是徐璐。人家送你东西，你还爱他的女人吗？啊，那祝你们幸福，徐璐。我操，错话，是不可能的。这个爱下台。哦，是吴奇隆啊！哦，是吴奇隆。吓得怕的都扔了。是吴奇隆，哎呀，谢谢龙哥。吴奇隆。谢谢龙哥，祝你和徐璐鸡不是。祝你跟徐璐就是百年好合。二龙的祝福真的是百年好合。又要奶圈一个。哎，试试看有没有三个？他们说这个二维码只能最多两个人付款，不能三个人付款，全是失败的。你看，全是失败的，光打雷不下雨。哎呀，又是一个支付失败的。那个什么 common 刘鹏安东，好意思吗？好意思吗？好意思吗？都上电视了还失败？就是。你要干嘛？我靠，这个畜生！我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，拿个 pad 干嘛在那里？大家看看，这个是我的微信，你们要加我吗？要加我吗？上面有号码哟。没关系，我是一个平时不怎么爱加好友的人，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扫我的二维码加我，我一定会通过验证，放心吧，么么哒。收款总计0.00。这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我刚刚看到明明有个人在那里亮了一下，为什么又没有了？不，他们在支付中我能看到他们谁在支付的，都别扫我来。我操，这个冷空气屌了，你们都别动啊，别扫，你们谁抢了这个冷空气，我就生气。我二维码发到那个同志交友网站，看你怎么办。没关系，这个二维码他们只能扫那个。这是付款吗？我扫一下看看。这是我付款好吗？能扫呀。要吃吗，文哥？我操！转账。没有了，你要不吃了吗？好了，我将在2秒后拿掉了。改标题。直播虐四大长战。哎，你们这个时候就能广告自己很好的。哎，看看老板这边的特色的。好了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什么？拿铁，真果。真果。焦糖拿铁。焦糖拿铁。这还挺菜。我很难过，这杯饮料非常便宜，一分钱都不要，免费送。只要你来我们凤蝶网咖，共和新路2456，免费的，喝多少？
有多少？别动，有人在支付走。又来了。最后五秒钟啊，兄弟们，别怪我无情，我只能拿掉了，嗯、我是不可能。谢谢 H I G Hit Cook， 谢谢 Hit Cook。Are you OK？ 我操！上了一秒钟是谁啊？为什么有人在广告自己？我操！这有人付了。多少多少？多少？我看看。188，你这畜生啊！我操！是谁？我这边是有位叫 Hit Cook， 是谁付的？妈的，你他妈连是谁付的都不知道。超管了。完了完了，对不起超管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。谢谢灰药郭送的。我只想玩笑，关闭直播间。两分钟我关闭直播间。我靠，弟兄们快跑快跑！什么时候恢复？你这傻屌，这前面就跟你说了，哎，你这么送他不是跳过平台了吗？他直接扫到你私人账户里面。超管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年少无知。傻屌，我前面就跟他说，他说你个傻逼，没事的。妈，你现在跟超管哥哥给你打个电话问问看，两分钟后关闭直播间，这怎么办呀？如何是好啊？这不是提醒了，这是两分钟关闭了。我打电话。我打电话。赶紧打电话。